has not been able to keep the ball out of the paint at that end of the floor. Here's Davis. 没人管我，戴维斯啊，突进去了。Impeccable from the line since halftime. They'll take his third and fourth free throw shots of the game right here. Yeah, the coaching staff values the effect Davis has. 刀仙，日女加进，潘森，日女，哇，他们这个阵容。他们这个阵容看着很挺狠，带着进化。对面是青蛙和嘎啦吗？那我这锤石搬的他不是挺难受的吗？有没有道理？苏和阳，好，这局有点意思了啊！这局才真正的开始有点意思，峡谷之巅终于开始有点意思了。Oh yes, baby. OK, let's go, let's go. 哎，我那个画微笑的呢？枪火不会带来救赎，同样试试。牛了牛了牛了！画微笑的皮肤不就是这个吗？这是骑马。不讲王法。这一盘对面的阵容，要么是我们一直杀他们下来，要么他们一直杀我们。一个龙王，一个卡特。于是，地狱接踵而至。这边是上开的。应该是 F6 开。魔鬼的双眼如落日般血红。得小心一点啊，好像他好烦啊，他一直 Q 我，兄弟们。我们这波也不能打，他们打野的人还能来。治疗了，我这不带的是进化，没办法，哎，一下A的死。
所知的魔鬼。这波他们可能去中游了。哦，中路被杀了，不错不错。风中带着寒意。我们这盘好像下路得怂一怂的，死哥发育很好，不跟他们刚。推推线，哎，不是这也能 Q 得到我。应该升六级啊，这波。中路没闪，哦，中路没闪，哎，好亏啊！这样，真的好亏，这中路一波起飞，哎，混了个助攻。死在我手里是最有的。我牛逼！应该要死了。可
惜了，我连助攻都没蹭到。这卡特为什么还在这儿？不回的吗你？我们中单也不回的吗？也还在这儿？这是什么鬼？哦不对，这是打野。可以，这波打完优势很大。哇，挺离谱的，兄弟们，两边的中路不吃刀的，葛下路玩了两三分钟吧，得三分钟有吧，两三分钟，三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太猛了，两边的中路都是神，我靠，兵可以不吃，人一定不能死，我靠，我们这中路这车不吃，留着给我空线，我去吃了，我惊了，兄弟们，我以为他不吃呢。我可以去推下他，但也没差太多。又来了，哦，这也是我们潘森自己来。人家兵线就在塔下呢，还来，放过他们吧。大，好帅！哇，他把伤害躲了，这卡特这波好帅！
看还差一会儿推了，他们现在肾有点难受，这个肾现在出去要被我们润为沙，他们打野如果挂下的话，我们不死的话，我们上路会很舒服。其实我刚可以一上去 A 他们的，真的，他们这波会给我打很惨，但是我有点慌，我怕这是直接闪现 Q 我。就他不会管你后面有没有人，你敢跟我操作，我就先跟你锤。是没料没大，那就是我们无敌了。挺难受的，我的阴影正在做到我，人的恶生死。一下吧，哦，西部年代的老一套已经难。他们上路应该是玩辅助的，初心风雨，应该是个玩风雨的，我记得。没办法，这逮到瑞文，砍他，你看这瑞文要砍他了，开大了 ，W。A 二，我活，但是没用啊，感觉。对啊，真没用啊，现在太肥了，已经砍到好痛啊。这肾还是出的输出的，更容易被砍。杨和苏要死了，杨和苏倒了，和苏。哎，何苏没倒吗？何苏，何苏，可惜。我会通知你的直系亲属。西部年代的恶魔，听上去很乱。坏了坏了坏了。
还有进化，还能去秀一波，不对，还能去送一波。晋级赛资格，我是钻石三的晋级赛吗？行，腕表我进啊。